跟贝贝吃冰激凌吃饱了，对吧？洗脸，开始洗脸了，大家看看这个脸。贝贝，张贝贝，吃好了没有？冰淇淋好吃吗？看看，抬头给大家看看。哎呦呦，不爱让大家看呐，看吧。跑到阿姨的这些文件上啊，干嘛来了？看看贝贝，外面已经黑了。想干嘛呀？外面有猫，对不对？什么这么好看呢？贝贝，走了，完全的走了，拜拜。